老于聊钢琴啊，已经讲了很多，大家也学的很多啊，很开心啊、哦！我看到大家都学的不错，兴趣很浓啊啊啊！问我的问题很多，粉丝也已经有很多了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家啊！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已经低潮讲完了，就是前那高潮部分啊，高潮。还有能不能无弦伴奏，就是我自己唱啊，我爱你有多几分，我是不会唱，不好意思啊，下面就教你们好吧，就教大家好吧，好朋友们大家好啊，大家学的怎么样，觉得我教的怎么样，大家可以给我点赞好不好，谢谢啊，我再弹一遍前面怎么教导啊，后面怎么弹，后面右手全部用八度，这个有点难度，那么现在只能不教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不教，只能不教这个了，我们接下去再教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，就是弹唱，或者是自弹自唱，或者是帮人家伴奏，你看啊，我爱你有多久，这个怎么弹啊，没有旋律的怎么弹啊，这个我们首先要教一下大家，要懂和弦，要教一下和弦，什么叫和弦啊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啊，七个音，每个音都有一组和弦，哆就是哆咪嗦，来就是来发拉，咪就是咪嗦西，发就是发拉哆，嗦就是嗦西来，拉就是拉哆咪，西就是西来发，就是都是隔开一个音，隔开一个音，哆咪嗦，来发拉，咪嗦西，发拉哆，嗦西来，这么多音，哎呦，好难哇！不难不难不难，今天很简单，我们这要用两个和弦，用先用哆咪嗦一个和弦，就用哆咪嗦，啊。我的今天先简单点啊，下次我们变和弦，变和弦好吧，两个手都是一样的，现在简单点，两个手都是一样的，这个脚一小脚踩一次啊，好，换脚，下次我们讲的复杂一点，大家回去先试一下，嘴巴唱这个歌词，手这样哆咪嗦，左手也是哆咪嗦，
右手也是哆咪嗦，一拍打一下啊，我的一个的滴滴的哎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到这里。